哎，比哥，我发现一个很好玩的游戏，你看，我这都玩1000多关了。我刚发现一个下饭剧，你看，这《向往的生活》，那个张艺兴跟杨紫多好玩。啊，我都泡大结局了，不知道。太尴尬了。大饼，吃点啥呀，饼哥？我都饿了。能吃啥？自嗨锅都没了。啊？那没问题啊，我带了五星级的厨房呢。看看。我带的这个厨房功能齐全，垃圾处理、洗菜区、操作台，还有我们这个烹饪台。最重要的是很大的一个储物空间，非常好。可以啊。我先来个水果啊。而且可以速开速收，非常方便。不快，哲哥，干饭干饭。来。